6月12日，甘露露与邓建国之婚招待酒会在深圳举行。甘露露身穿透视长裙亮相，甘露露母亲雷炳霞与妹妹甘毛毛也一同现身活动现场。邓建国现场宣布与甘露露订婚，并透露将于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当天让我们一同脱光，还将在国外举办盛大的婚礼，让甘露露成为全球最幸福的新娘。在与邓建国宣布订婚的现场，甘露露还透露了下一个奋斗目标，称自己还不到35岁，符合考国家公务员的条件，如果当上市长，首先会注意环保民生，保障劳动者权益和反腐败。虽然该活动一直以两人订婚为卖点宣传，但据记者了解，实则是某品牌饮料推广活动。时间是否真能够疗伤？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